在29、30号这两天呢，我们会在西门町办快闪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有店面，我们有拳击机，我们有很多精美的小礼物。日后也会在同一个地点，然后做特卖会。那现场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馆长以及燕君。呜 12 seconds later， 各位。朋友们、粉丝们，大家好，谢谢各位来。Hello， 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后面的朋友，你们好。希望呢，今天这个快闪活动呢，可以让大家非常开心的买到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当中，所以呢，邀请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各位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相信各位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也等待非常久的时间了。活动没有发公关公司啦，就是让他们去表演。是，而且今天真的很多很多粉丝来到现场，我真的没有想到现在会有这么多粉丝会到现场来，真的。因为像我以前发专辑是10多年前了，是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，但是因为现在的媒体啊，越来越多自媒体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走电商。对，我很少看到这么多，真的。在外面在下雨，真的真的很感谢各位。但是这种活动就是大家来就是玩嘛，是像玩，然后看表演这样。那我就要跟大家来好好讲一下，为什么这是我们馆长呢会出塔派联名？因为第一个就是，因为他刚刚跟我说，因为塔派跟他的形象非常的像。第一个呢就是有一种亲密感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天生的背景，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呢可以支持我们的品牌，然后呢，每季的都有新的东西会跟大家见。这两天呢、啊，这两天有时间都可以来。今天这个环境再过两天就再也没有，就要换，我们会换，就换东西。因为我们这边住4个月，实验性质，很多粉丝没有看过我们的东西，所以想摸看，所以就可以来看。哦，可以实际尝一下。然后今天满额还有送存钱筒，哒啦，这应该今天就没。今天就会送光了，今天就会送光了。该呀、啊，不然这两天这一千个嘛，应该会送光了，因为今天外面真的人超级多的，超级多的。我们可以边看粉丝留言，因为他本身他也是一个有在运动、很爱运动的艺人呀。他其实艺人你知道吗？真的爱运动很多，对。然后他本身运动蛮久，然后他。我觉得蛮符合我们的形象。其实有被馆长邀约，其实蛮惊讶的。而且我们这个合作是第二次了吧？第二集了。原本寄完以后，我想说这个缘分应该就结束了。然后结果公司跟我讲说，哎，馆长又在找你合作，继续第二集。我觉得啊，真的假的？太开心了，这样子对。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我觉得很有距离，因为他很像阿拉丁的神灯里面跑出来的人，好壮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这几次跟他相处之后，我就发现他的他也请这个排队的粉丝朋友们稍候一下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可以跟他这样的人合作，我觉得是很棒。然后他也是真的是爱运动的人，没错。我想说跟馆长练的一样壮吗？不可能，然后都跟他一样壮。我们这次拍这次的跑派的行路啊，就有穿到这一套。然后我到现在都奇怪，你怎么有穿？你怎么穿新的？我怎么没有看过？然后才发现我是穿 S， 他是穿 XXXL 的。要不然说哇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对吧、啊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那么壮的，不可能。那你有跟馆长讨教一下运动一些硬件吗？其实我想跟他下战帖式，我想要跟他比长跑。哦，那我没办法，长跑的没跑，对，太久没跑。那个肌肉的我比不赢他啦，但是长跑可以。长跑真的要长跑。我觉得我们的品牌可以办一个那个路跑路赛。考虑吧，那超多人在办。对啊，没有我们就办那种就是限额1000人或是2000人那种。馆长第二次找他也是因为看上他是运动特色，因为很多包含他的，其实我们做生意的business啦，其实他效益好，我们后台效益有很明显，就是请他代言是有效益的。他看出目前你为是效益最好的。如果艺人来说，对。但是以网红来说，因为网红签太多了，选手网红真的太多了，我们应该有大小网红加起来上百个。
都是现在都网络嘛，用网络推嘛。嗯，是的。那接下来应该是要做便当，对，要做便当。要因为这次疫情，我觉得做娱乐业哦，就是我觉得我想投资就是分散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做娱乐业，健身房也是嘛，算娱乐业啦。不是你给开你啊，然后服装也是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如果你要真的走到人家每天都需要，我现在讲崩嘛，讲崩你也不能说做餐厅这次也不好。嗯，所以我觉得便当是健康餐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做一般大众爱吃啊。好，做便当会另外开店面，另外开。我这等于是我第三个品牌，可能会在明年才会出品牌。今年会办四次，因为我想要把它好好的，真的弄好，然后真的给大家吃过，吃了。像现在我们已经第二次、四次了，然后再来我就开放给粉丝来吃。那你知道我们也美食背景。可以，到时候来试试看，真的。是我的。我们价位不会走那种很便宜，因为我们说实在话，你吃的东西是这样的，一分钱一分货。那我们用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个肉，冷冻的也有，温体的也有，那个价差是两倍，那个真的差很多。而且现在原物料都上涨。对。的过程中，如果太便宜的东西来，其实你也会担心它是怎么种出来的。对，然后再重要，最重要一点是，我不要去压榨员工。我要完全按照劳基法的便当店，这非常难啊。没错，其实很多劳基法都是请，你知道吗？都没有按照劳基法，都变，不是我在讲，是大家都在讲。对，对，那我一定要按照劳基法，我想给员工一个基本的薪资，给他们休息，甚至是做好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奖金。但是这从哪里来？还是从我们获利上面来。所以我们把东西弄好，服务弄好，我们便当也许比别人家贵，但是我们东西是好的，员工也做得开心，这才能长久啊。谢谢。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这边吧。Hello， 谢谢你们来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。我拍照吗？应该没照。好，那我边讲，你们先大合照一张。好多跑派，三二一，
谢谢。